各位天使剧场的朋友，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爱喜中意听阿群妹，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好阿群妹邀请到两位聪明级的来宾哦，让我讲，因为伊两煞好，这个黑太强的，故说阿群妹爱呀哈，坐到亚片后非常的紧张，用办讲呢，因为伊两煞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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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黑太强的，故说阿群妹爱呀哈，坐到亚片
中央庙里来的，上下来是安南爱为作者，是安尼叶长玉叶先生欢迎。大家好，我是叶长玉，我中央来庙里，吴万龙老师就是我老公，我先生，我目前都庙里的国立联合大学。搞客家话，好，欢迎两位先生、两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一开始吼，对呀、啊，讲我们讲老师的这个称谓，阿群妹就一张问题想要来问一下先生了。算了呀，他先生啊，爱讲起嘿先生，也嘿讲起嘿伊嘿老师啊，因为比较讲像叶老师，你嘿什么样啊，就不会想讲很叶先生的，起家就不会吃到乖乖的，算了，哎，用的哈唔脏臭啊。一张问题一定一下，嘿，哎，一般讲先生，对，哈，也唔免卖弄啦哈，一般讲先生，就讲，嗯，不偏的咧，就我讲，我今日，嗯，寒多咧，热多咧，肚子痛咧，我来医院，我来诊所，我来本医生看，跟医生，嗯，一般就统称先生，先生，先生，好，还有一个。我去学校读书，这是我告状，这是我老师，这是一般的称呼。但是哎，客家话有一个听论就会讲，老师就会按照先生，教书先生，我就一直按来讲。韩国呢，哎呀，人时代在进步嘛，当然讲当简单嘛，讲我家的老公，这是国语。那大家都怎么说呢？国语就说他是我的外子。对，他是我的老公，但是实际上亚地方呢，哎，客家话好就按来讲了，伊就我先生，天台人一讲我先生，伊就对嘞，伊就系我老公。也有人较简单的讲先生、老公就按来，佮系我老的啦。嗯，动情处有冇？真言系先生，真言系老师，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亚两本书哦，一本按到学习课语很简单，一本按到文化观光课语，要两本书当讲嘅，专门该爱用法语来念咯，因为当讲下个系就是我们讲的华语咩好哦，讲好系另外一种讲法啵。就想要来问一下两位先生，先来问一下叶老师好了，叶老师，你有冇想到讲想要来出亚两本书呢？因为想要来出亚两本书啦，因为其实亚两本系从系他生发的教材，怎么解会想到讲想要来出书？亚两本书哈，讲起来系一个出亚两本书系一个经验啦，一个缘分啦。我本身就系一个银行员退休，所以我年纪又较大，哦，唔敢讲冲两级，没一冲啦，我体重也没一冲啦，我卡路唔会差啦，好卡路哈，嗯，哎，因为我银行退休以后，我先生他就向我讲，天天去教客家话，嗯，我心肝想啊，做嘛听教客家话，我退休了，我唔要自由自在生活咩？好，他讲我教客家话，伫天台做客家节目，按叫个时间。好，唔听得我来行业铺来教客家话，见到人来讲客家话，人咧母语怎么解释？好，阿公一错啦哈，就听得我就屋家嘅细人咧，太太细细啊，我有两个妹在拉呀，就当聪明就去做阿婆，按到行业认证考试。嘿，一下又开始体检考试，我归家就去考。哇，贵家诶，贵家，古时候两位先生，韩国那个拉的、摩的，全部就去考试。
啊，是客语家庭哦，真给迄项家庭，我卡有一个客语家庭的牌的，所以我就讲哈，也考试考得以后呢，我等等以后教下教法有困难的，按摩去教，按用讲，我讲的一生人的母语，我当然会讲，但是讲到哎高堂上来做线上教，我就发现到有困难存在，一个存在就是一个讲唔脏，佮讲唔好。唔咩？我认为唔好哦。我先生讲，我讲唔好。我讲嘅先生，佮双重嘅身份哦。一方面系教我行嘅先生，一方面佢就系我老公。佢讲呀，又讲唔错，佢又讲唔错，跟我就好。好嘅以后呢，七十一岁，我讲我跳摆都冇安读书，我再逆转变一点点。叫你读书安嘛？上次都我看刚刚叉叉，我看就系两十六年间。我就真正去读书，我去读研究所，哇！哎，读研究所毕业以后，哎呦，我就读得好，我好高，国立联合大学，国立联合大学就有一个很多客家学院，客家学院，哎，我就念的我毕业证书在那，我读工业设计，我是工业设计毕业的，我就拿的我毕业证书论文下来，我讲院长，我毕业嘞，他讲。那我等你毕业很久了，你留到学校教。我讲我留到学校教书，我教嘛个喏？我因为我无安尼才华，我教嘛个？就原来按学校学校学院教汉语，有汉语宣传师的资格。哇！我就安尼毕业后，他要教汉语。我学诶学校学院有一个很多文化产业观光学系。嘿，学校个文化观光产业学系呢？就客家学院就要搞客家话，就其中有个科系很多，文化观光课语科系，哇，我就搞一个行业，文化观光客家话，我就真正搞呀，对，搞诶一久诶以后，我就爱做课堂的教场，课场，我爱做讲义，我花当多时间备课，我批课，我无安听啊，我上台我就要讲到学生诶话听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我做行业宣传师以后，我的小学教过小朋友的客家话，教小朋友就是国小国小的学生诶，无中央，国小的学生诶，来自于中央的地方，像很多第二只国教的国小，所以佢也就生活技能全部差不多中央。我讲的翻译咪中央，唔咩都我甲阿公阿婆有讲，就阿爸阿妈有讲，对客家话来讲。比较熟悉，也就无欺骗安泰。啲联合太学教以后，我发现到联合太学嘅系太学生，来自于四面八方嘅学生，无重要。诶，课堂上，我就会自我介绍，介绍以后我讲，刚下先生讲嘅话，唐是咧卡数，无人卡数；刚下先生讲嘅话，唐唔是咧卡数，无人卡数。还有讲到一句话，那么老师用手语来跟你们沟通好吗？哄堂大笑，鬼言的告诉台生，就表示台家堂唔识，堂唔识，我一样的教一群学生诶，我就想尽办法设一个课程，一课程讲伊做多诶，学校的先生就讲，你个课程的东西冇跌脱，留来按喊白，我做一套教材来俾学生诶，我就诶。有安尼个念头，将一个考察，做阿先生共同来研究，做实地一个文化观光课，文化观光行业，针对阿个文化观光产业，多方需要个考察，实一个考察出来。真应系用一种很容易，大家就做在懂简单、好背的方式，因为啊，文化观光大家看到就就有兴趣了，就有兴趣，对不对？比如讲讲到个比如说交通工具，我用讲，也系啲船咧，可唔可以讲物个合法？也系过海关的时候，我讲物个合法，还讲还有一张，我有看到都有 any melody T 恤的哦，就系啲啊 melody 颜色白熊镇的景点，还讲 T 恤。我嘛该贴片爱写呀，没有你说白熊镇的贴身落去。本考场个还好，还有上到一度个贴身，就系马讲到广告，听见了人家到个客家地方很多广告，我就按一招呼，按个广告客家下很多广告，我就挨来到一客家地方，我讲讲，
啊，去拍 V， 嘿，啊，假如观光的范围懂法，就包含嘛个一般的省饭，嗯，衣食住行、饮食出行，错，好，全部都要包含。嗯，过年我有快乐，没我有不平的，嘿，哦，就我有语言，我有其他，观光安奈，安奈。看物个看风景，所以艾苗栗有十八乡镇，艾将十八乡镇的特色，各家散物全部变到人家个文化观光行业。对，真认识懂，非常非常实用。包含哦，包含，嗯，客家语言是石油，客家天气，生意态节庆。也就是按观光当中的问题，按讲诶，客庄十二大节庆全部包含在内。对，做阵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讲像苗栗市啊，大家就做阵特别的景点呀，景点咩部分啊，就有这个公维续隧道。公维续隧道，嘿，还有东东人来了哦。对，打卡景点。对，东东人去搞，还有这个铁山的部分就有这个陶土飞奶。按客家地方，本身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地方。嗯，天时地利人和，既有雅士，有天然气，所以头摆很多做娃娃王国、鹅银角的王国，做嘛个陶瓷，做土红的，嘿，做肥红的。嘅王国，所以一定要接受一下。冇错，有很多文化的特色，都有本书地图，韩国唔单止安尼，韩国有懂到生活的方法，我同大家来分享个，而且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进来。好。又转到福气来咧，我系综艺群阿娟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收集亚两本书，一本很多文化观光课语，一本很多学习课语，很简单，有请到两位活动强嘅欣赏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家出题后，同大家来分享到，又讲到旅游韩国文化观光嘅研发客家话以外。其实节目当中还有故事，儿童大家来分享。韩国呀，故事全部也是收录在这个课本里面。要第八个单元，很多阿婆公故哦。我们是请叶老师叶先生来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一篇故事。其实也读方的书，嗯，提名很多阿婆公故，错，不是怀疑阿婆就会来。哦，阿婆就是叶老师，对，阿婆讲故，故说阿婆会讲故事本来噶。对，阿婆讲故本他，我细细的穷细的胎，就阿婆天数秃多胎，嗯，所以阿婆大概就会总阿讲一朵故，我可以记得咧，我就拿得写出来。哦，也都往数六，数六有差不多四篇样诶。嗯，那我讲哪篇呢？重年阿哥好咧，重年阿哥好，重年阿哥好，我做得。阿婆头摆讲啊，头摆的人，头摆的人，较有钱的人，伊屋卡一到三岁、天岁、屋卡岁二人做，伊就话去抢得喂，几年就都家屋卡黑顶的做事的人，也唔免讲基本日来打卡，八点来五点转唔免安尼，伊就黑多头家屋卡，所以叫几年啊，真可以转做很多创业。创业，哎呀，有种菜，很多创业菜，嘿，就系阿来来诶，创业菜，所以一个创业就诶，一般就讲成功啦，哈，创业，哟，佮一年多年末咧，年尾就一转咧，心肝热热咧，就阿一转无卡，个头家就安佮讲，诶，佮阿我健身的东西全部都佮安在旁边，就阿全部摆摆好了，生命摆好你就好转咧。个创业阿哥心肝头就当唔欢喜，弄弄弄弄，就提念念念念就提念念嘛个呢？做蛋糕的东西叫做经过，讲嘛个呢？结果爷爷细细抢五两，酒旺旺抢尿，头家个无诶，上桥吊下桥吊，创业阿哥就穿到来了。他心中很不愉快呀，不爽快呀，他就很惊讶。哎，调价糖多嘞，调价糖多，调价就会老板。对，你要买个东西，
你看今年你们从来没糖是没有讲的全部合法没有合法你们改变的糖哦哎你刚刚说的不是合法你刚刚说的抱怨的话你们说的都合法不有做好事的你就看看今年的你们好今年的你们你就说我讲啊，条家，你几个细细抢风房哦，就旺旺抢蓬头，刚刚没讲抢鸟嘿，抢蓬头，哦，转灾诶，啊，转灾诶，后天年咧无诶，上球旺下球旺，哦，全部爆满诶，常年阿哥就转去投不了，哇，就讲好啦好啦，讲好法。做一分一转不一转，就表示哈，一下家人给头脑当有智慧，灵机一动就可以转转转到全部坏化就变好化啊！头家就当欢喜，好不用了。啊，从年阿公。哇，故事很宽厚，按内就会一篇动神奇的故事，阿婆讲故，底部其实有动图片，按用类似的故事，会同大家来分享哦。韩国唔单枪按内，其实一开始，安尼叶老师叶先生有讲到过，我们的吴老师吴先生，有啲广播天台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事实新闻的部分。故事今日节目当中，都冇简单，有请到吴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故事当然会长期同大家来分享。影响一下呀，是实现文了。我们呀，文化广播电台讲三年，真够。哇，给你们一天十几条钱的观众朋友穿到了。我们请吴先生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实现文的部分。其实我搞汉文，搞的是公演。哇。我个三四年啦，四年插丝啦。七年插丝。七年插丝啊。梯子鬼。前世文梯子鬼，真讲是实现文。操！一本书，爱吃多是所有爱搞汉书的怪。这对人的想法，一定接触，一定好为一本书，一定好为。所以爱从头老学生来分享，就讲。是实现文的不写呀，是可以是身体力行，国语说身体力行，可以你就会一个身影，哇，一个底部的基因全部会堆积，也就是一积堆一积。故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福气来嘞，有几几张礼的，我会请吴先生念本大家来谈。一开头就是讲实事见闻，飞蚁顿顿，飞蚁顿顿。实用真讲就多见多闻。哦，有阿云结好谈的呀。韩国撒下来还有一句。哦，比如霜降有日就十五日。莫怕无事，事有事。哇！一个东西啊，像一个一句就是四代三安尼去读。四代三，四则诗，三则诗，安尼我叫四代三，系嘛？一般七七。七言绝句就安尼读。你就一定要四代三，安尼读起来这样有个韵律。好，给我滴耶，下一部阿 Q 妹牙齿看呐，我都长江后浪吹前浪。错错错，太阳有冇？韩国在韩国，在韩国。诗送行人赞 Q 人。韩国。太阳做得冇？做得。哦，古时候其实吼，耶稣啊，唔但抢有动到，简单嘞，本太家做得动，都好来学习。当好来接群咧，一条文化观光嘅合法以外，其实没有当成咩呀事实现文嘅部分，做大部分唔管系想要来学基本嘅合法，也系想要来学较难嘅合法嘅嘢，全部就做大来学习，所以也系喺你文化观光行业嘅部分。不过其实还有那我一本书，很多学习课语很简单，到底有多简单呢？老师说了呀，学习讲学学讲学懂简单，一本书，这个内容又差不多是一样的。学习课语很简单，也是一本书的标题。对，标题是用过年的念。过年的念因为大家一看书吧哈，一看呢，学习国语很简单。对，一下就
感觉就很简单，就了解了解亚本书。对，其实亚本书表体是用客家话，唔咩安尼念。哦，佮安用个来念咯。福冈客家，福冈客家，意见答案。啊，安用个来念，真系真正的客家就错嘅。个感觉系。哦，错，我们说，哎，你福冈客就爱轻用福雅最道地的客家，有没有？故说，亚本书的路，其实咪系两位先生讲下来。变来写的，我有一个问题哦，两三年，共同来写一本书，我严格冇，严格唔会啦，意见又卡多啦，哦，跟意见卡多的时候，你用改正哦，意见卡多，当然系唔错，几张错啊，欣赏错，错冇，对，故说其实一本书啊，同家下呀文化观光课余啊两本书冇共用的素材，就系我发现一本书的度有这个。诗词的部分，对不对？韩国其实也讲下用汉话来念一条传统的诗词啊。我一开始有唐叶先生讲，其实我用一汉话念，真系亲讲诶，真嘅亲讲。吼，用嘅讲呢，你今日就要来请叶老师来同大家举例哦。做嘛该讲，我们传统的唐诗啊、宋词啊，一条传统嘅文学作品，听说我用汉话来念，我们现在就请叶老师来同大家分享。念一个唐诗宋词，琼瑶七词诶，你就西带啥？西带啥？哎，个人了解一个家下，就一了解客家话嘅荷塘嘅地方，就会有聂上诗，聂上诗有合顺言，合顺言，也就人讲做诗词的平平仄仄仄平平的理论。哦，你讲我安尼念本堂，我一讲七七念，你就无意思。好，无先堂无意思。小小离家路，太飞向烟雾改变无吹，一时答对就无。嗯。但是你咧真正真正会念，你就晓念。嗯。飞向念书，小小离家路太飞，向烟雾改变无吹。一同相见不相识，身问却从何处来？佢拜先生教啊，怎麼很人配咩？啊，佢就安尼搖頭放落放落安尼嚇，見念嘛，就動作很慢對。安尼客家嘅咪就出來，個詞詞嘅咪詞就出來。錯，唔過我有一張問題嚇，除咗剛才葉老師有講到嘅這個入聲字、入聲詞，還有這個合顺音的部分，爱表现出来。我刚好有谈到，比如讲，儿童上小妹切上好出来，切好做。好，我也让讲入声字。好，捏嗓丝，捏嗓丝。他的声音有一个特色，嗯，很短，短短，短虫，短虫，很短促，对，很重。嗯，譬如讲来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唔谈得来讲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你想是几特别卡错？所以他的力气特别可以表示，可以表示一个阴阳顿挫出来。短短的啦，你用音乐来讲，它只有一拍啦。一拍，哇，有听到冇？两位专业的先生来同大家来介绍一下客家哦。好，我先休息一下，其实等下还有客家多嘅内容，我同大家来分享哦。休息一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权妹，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两本书，韩国妹邀请到一两本书嘅作者来到节目当中，爱来同大家来分享更多客家哦。刚刚有讲到吼，其实呀，客家嘅唔应该讲诗词啊，传统嘅文学家呀，诗词啊，同时宋词呀，都应该都要用客家来念，用方言来念，这个入声字，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东西，怎会表现出来？刚刚好，诶，叶老师没有来同大家来示范一下，故说一下，我阿舅冇来念看啊，我一下要来念这个《枫桥夜泊》。不过我看到第一首诗，我就有问题，因为一般讲。讲讲呀，
枫树啊，哎，你客家话讲枫树咩？今日天就是生了恩养枫，也系讲恩养枫啊。嗯，其实冇乜嘅侦查啦，哈、哦，但是一般来讲，哎，咧龙头噶哈，就是呀，有温度种阴度，对，也到位恩养枫桥压迫，枫桥压迫，好，故事我也好冷眼看啊哦。叶落菩提松满田，聪吗？好，唔错，我同你提示一下，我嗯哦。好，听一句，共逢五佛对笑面，面长嘅面哈。行过古树上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多天上，对，好满腹，很香。好，因为东东人工要在是恩养客啊，用我想阿全妹爱跟他养钱哦。哎呀，客种钱哈，全部都做得。但是呢，你参加认证考试，唔讲多客上多客上，全部满分，全部就做得，有养出来就做得嘞。因为但是呢，全按到外托个，最后就托客上。Kesson， 因为也是这个文读啦，对不 对， 对？文读跟白读的差别。一个特殊老庸师啊，每只投胎就会有变化啦。我唔错，托出来显应该我有讲，佮按来托卡强啊，托个音没有卡强，按来感觉。啊，佮托个色彩很强哦，夜半钟声多咳嗽，就当讲。托客船老多咳嗽哈，你托多咳嗽，大家就讲，哎，阿全们很有学问。哦，这样子会给人家很有学问的感觉吗？好，多咳嗽，多咳嗽，夜半钟声多咳嗽。哎呀，好，除脱呀，诗词啊，用客家人音会喊个讲以外啊，其实吼，欣赏的书档书底度，书底度没有同大家来分享有懂到，大家合接念唔错嘅呀，客家话嘅词语吼，语词嘅部分会念唔错嘅，阿全部硬要托嘅记者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作弊，作弊的你靠天使几条线的观众朋友，你会怎么念作弊呢？阿全部硬听着想到可能是作弊之类的，很难。非常多人讲作弊，没有作弊，作弊，做墙壁。因为这个壁啊，国语的壁和墙壁的壁同音，就想到讲壁啊壁啊作弊。不过其实唔系按用念咩，系用嘅念咯。B 段的 B 咩 ？B 段的 B， 所以是作弊，对不对？作弊，韩国像这个信仰呀，阿 Q 妹爱问念，因为用就是用版型的用啊，故说很多信仰。不过欣赏再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有讲唔错嘅，大体也很用嘅来讲诶。记住讲信用啊，信用，信用就是被我们的华语影响到了。系啦，按到生命来啊，吹行国语，超，可以讲全国就一统一的啦。然后又多转来啊，哎呀，色彩哈巴一难啊。我懂辛苦嘅搞，比如说像这个区域，哎，懂将唐豆人讲。起一起一，但其实是起位位起位两位，礼仪很多两位两位嘛，对不对？两位的铺铺，还有呀，客家天师台青豆脸沙卡，唔过唔对，系脸羞卡，脸羞，对，脸羞卡嘅。有啦，有沙音啦，沙顿来啊，沙顿来。我说我做得讲脸沙卡冇，做唔得，做唔得，我讲脸羞卡。呀，很多连绵字，连绵字佮只用在。几只地方？连沙，对，连连沙沙，连连沙沙。古时候爱讲连沙卡哦，韩国腔呀，哦，连修卡，糟糕，哦，好难哦，连修卡，连修卡。好，接下来是适合，适合是色哈，色哈，色哈，聪毛，要叫色啦，其实就会滴啦。地，因为它还有地也都有湿，也没怪你适合呗。嗯，也用那
好啦，石蛤啦，石蛤，古时候基本来系念滴，只有滴咧，没有滴答，大部分有滴答，滴答，滴答，嗯，应该讲系滴答，唔过一下就反应石蛤。古时候玩那些是木中央啊咩，所以念的滴没有。这个字就是入声字，对，入声，入声字，的收音，入声字有三个收音，波的歌，色，所以这个是的收音，色。是哈，古时候其实整理的有懂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搞错的一些语词，结合在雅俗的度。哈吧，你讲哈太长哈，哈你太长就没你旁。它也是入声字，两个都是入声字，很紧张。happy 了，所以 happy 了 ，happy 了。古时候阿 Q 妹根本也没爱懂音准。来学习也得合法，我老弟讲好哈。韩哥，我们单枪按你哦，真单枪阿 Q 妹爱加他举的那些例子而已。其实黑波还有非常非常多，他讲很容易会搞错的一些举例，这都是老师利用啥累积懂多年的也得经验。也十团了，我应该这么说，我应该按你讲。我发的动作心血将一个诗吼注引出出来。对，假使讲只要脱入个过程中，又发现了我耐住文创的，又拿到一本书的人，可以让我讲，哎，互相研究可以当真的。但是我经真经发在一段的时间，伫做一个所有的我学校的教书，或者一个蓝天印刷公司，佮主任讲，就啊，唔做一只单引出来，真确。讲下一个一条书吼，我之前也学起，就啲学生的书吼，就开始上课就用咧。学生啊，记住讲啊，先生，头摆我上课两次嘅行业，一摆喺第三次，唔中意有一本书当我条书吼，讲嘅东西虽然重要，但是我一拖我就啲啊，先生。做出好一本书出来咧，我得到学生的肯定，我就感觉我做一个书的心血又成功出来。哇！你嘛，我做书以前就会印太多讲义，太非常的麻烦了。要多讲义，因为就一本书它啦，人数一册啦，嘛个都记记咧。按你整理起来，大家看都懂清楚，对不对？所有嘅资料全部就到底度。嗰啲我上课噶哈，有一个就要希望我一只书，伊是印卡太。我因标楷体十六，所以也是卡太，卡太就夹到个空间也卡发，卡发哈。然后本夹到了，我一只诗讲出来，我又夹衍生词出来，哦，我做记，做本夹到加减记录，加减记录。一本书对学生的来讲，夹个加出就唔单只读很多只可以词汇听听。上课时间还有懂得延伸的，我用心用一层啦，种喺底哈，种底。总是唔抵讲将来嘅效果，有将来希望期望安尼，听透了有。唔过重要两本书啊，学习课语很简单，以及这个文化观光课语，加是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想二来买嘅话，我去那一篇章买也多啊。哦，意思你有先当冇买书啊？也不该本南天哦，南天南天南天，因为一本书嘿，国立联合太好，老南天共同出版。哦，编辑就叶昌义，过几本叶昌义总吴万龙合编。救父的啦，我讲。哦，也还苗栗咧有一个演剧，很多救父文化科，给很多客家文化科，给文化科，给到有卖一些文献书籍，文化的书籍，过加个录音带、文化带呀的，就有一两本书我出现，我第一道买也做得。哎，加油！开头我买一个书。好，古时候大家想要拿到一两本书，做得起也得收菜哦。韩国吼，其实老师爱滴，你两啥有考过呀？四强、强海、六强、太普强，三种强头的这个中国级别认证。古时候也还有四强的课本来出来哦。啊，今物爱东乡爱来考一下海六强呢，有机会爱出海六强的嘛？二声变四声，一声变三声。哎呀，几好！阴路变阳路，情商高诶，就真三分钟对不？我讲恩样啊，好好就看，这样是好考试。其实我讲，二声变四声，一声变三声，三变一，一变就按来做。哎，就这样。哎，十八还没试验强，哎，十八嘞，加一些半翘舌。哎，你十八吗？
忙嘞，俺忙忙食饱嘞，忙食饭嘞。嗯，明天早上稍早，我们是讲天光面，像特殊词汇的，可以参考客家语言所出版的。也要讲哇，天光面啦，就啊。嗯，古时候今日节目当中，东方喜有请到两位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两本书哦。什么感谢吴先生，还有叶先生，谢谢你们。好，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我是苏康，等下休息一下，我会听听袁通先生，听下来听同意下了。